我忍你很久了，别以为我好欺负。你要是再敢惹我，我不叫你鸡犬不宁、三刀六洞，我于清欢三个字倒过来写。亏得你我相认了，不然真的难以预料我的下场。你也是星火会的卧底？谁指使你？于清欢必须死，否则我们的合作作废。这个是五年前你杀于清秋的枪，或许他能帮你找到那个曾经冷漠无情的江某汉。任务要帮，清欢我也要帮。今晚你们只有死路一条。清欢真是瞎了眼才会爱上你。我现在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，我只想要清欢。大舅，做卧底的只要沾了情就离毁灭不远了。他们全部都死了，正是江默寒，哦不，应该说是孤舟亲手脚印。他怎么会背叛组织？他为什么会这么做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若不是他江默寒叛变，怎么会这么轻易除掉你们？他将你玩弄于股掌之间。